俄罗斯联邦委员会22号通过相关决议，准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境外动用俄联邦武装力量。现在就俄罗斯境外动用俄联邦武装力量举行投票，所有人都要投，文件编号为41，投票结果是153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决议一致通过，谢谢。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，在境外使用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目的是在顿巴斯地区建立和平，并防止对平民的炮击，这将是一支维和力量。联邦委员会的决定自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，出动军队的数量、行动区域、任务和在俄罗斯境外停留的条件将由俄罗斯总统决定。